非常期待新赛季，因为我们又回到了西甲这个舞台上，所以非常期待，希望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，我们能够有一个最好的状态去迎接新赛季。因为之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国家队跟随着国家队训练和比赛，所以自己只有将近休息了2周时间，所以我觉得和以往相比，可能这个休赛期时间相对少一些吧。我们非常希望球迷能够进场去观看比赛，我也非常希望能够跟球迷们一同在球场里庆祝胜利。所以将近1年多的时间，球迷没有跟我们在一起，所以非常希望能够跟球迷们一起在球场里庆祝胜利。希望我能够更多的为球队做出更多的贡献，也希望球队能够在这个赛季的西甲能够有好的一个成绩，争取打出一个最好的一个赛季吧。